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后视频的锦麟周点评。锦麟周点评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资深的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先生一起合作的时事热点的评论节目。那么杨先生拥有30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从总编辑到主持人和制作人，他专注在各类社会问题的研究，还有国际的事务。那么时政评论的风格呢，是独具风格，说人话、讲真事儿，是杨先生的专业态度，谈的都是真情实感，聊的都是社会热点。那么我们非常有幸哈，邀请杨先生一起合作锦麟周点评，每个周五美西时间下午的6:30左右哈，杨先生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对于上周时事热点的观察和分析，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么如果一周一次我们的一小时的节目让你意犹未尽的话呢，请关注杨先生自己的油管频道老杨到处说，每天更新时事分析，随时随地。今天是我们的第27期节目，首先来欢迎杨锦麟先生。杨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今天你们那边是元宵节吧？对，是26号。元宵快乐，对对，元宵这两个字在民国，民国初年不能讲，袁世凯啊，他有一个名贵，对，但还是叫上元节，对，好，问好完了，谢谢杨先生，对，谢谢，对，没错，这个希望杨先生也这个今年可以甜甜美美啊，和和睦睦，是，所以今天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聊聊，先聊聊香港好不好，杨先生？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这个每遇到香港的事情，我都会想到杨先生，因为杨先生对这片这个土地有爱的深沉，可以感觉到每次他谈论香港的时候，其实心情都是蛮沉重的哈，就是说有点这种，哎，就是哀叹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确实就是现在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哈，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看看接下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相信杨先生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夏宝龙哈，他其实是发表了一个讲话，然后而且呢是这个措辞哈，在外界评论是相当的强硬。那么他也表示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组成人员都要由爱国者来担任，并表示要完善选举制度。所以呢他这个话一出啊，很多人都认为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即将被修改，认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所以我来问一下杨先生，您是这么看的吗？夏宝龙、骆惠玲啊，在此之前的从政经验跟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那么习近平用了两个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任何人际关系的人来用，一定有他的想法。果然呢，他们下手也比较狠。夏宝龙的讲话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性的这种，我们讲的从爱国者为主体治港，到去掉主体，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这表明什么呢？表明回归24年，所谓的爱国爱港力量仍然没有办法成为香港主流政治的力量，就是泛民主派的能量、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经营能力超过了爱国爱港力量。所以我认为中央政府在经过了战中，经过了反修例条例之后，他不得已的一个万不得已一个变化。所以呢，有人说这就是第二次回归的开始。我们看去年颁布了港版国安法，今年宣布了爱国者治港新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一个变化。第三呢，我觉得他不得已的港昂雷，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就是没办法，没办法，嗯，没办法。不仅仅是选举制度的变化，是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异变化，某种程度也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异化。我不能说完全变质，改变了，也就是说的所谓的第一次回归并不尽人意，按北京的要求来讲。但是呢，他现在觉得第二次回归，按我的说法，这落实的是什么？落的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也就是说主权回归来以后呢，20多年来觉得治权并没有回归，或者不完全回归，这一次要把治权从政府行政架构、司法、立法一股脑的拿到了北京，按照北京的要求来治理。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是分水岭。是主持人，是这个一开始啊，其实杨先生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讲，就可能是我这个不够敏感，就是没觉得它很大。您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好像就像您说的，就是还是蛮严重，而且信号非常的明确。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香港的政局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接下来，我相信会，因为呢，从
去年的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个总辞，那么立法会选举推迟，推迟当然有疫情的原因，但最要原因是选起来没把握。因为2019年呢，这乘势而起的区域会选举啊，泛民主派大笔数的人，就是从基层到立法会，紧接着的如果都完全被泛民主派所掌控的话，那会影响到明年特首选举特委会的产生。所以呢，北京一定要下这个手，要下这个手，国之大者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这样做当然也是一个休克疗法，你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有休克，有那个，因为呢，所有的香港的所谓的国际势力的参与啊，换民主派不同势力的东西啊，金主啊，在反战中以及反修例的运动中，已基本上北京人掌握了底盘是什么，谁跟谁有关系，那这样啊，他就要动手了。这个动手呢，又没有办法依靠本港的这些爱国力量，这些建制派的力量，他只能从这个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治权，或者全面的管制权，中央政府收回，不再让你去玩什么宽松啊、左啊、右啊什么东西，就清一色都爱国者。爱国者很清楚，爱国者就是三个标准：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真心哦。第二呢，尊重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制度。第三呢，必须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能够真心的什么尊重和维护根本制度是什么？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对香港的这个他已经要求不一样了。我们记得那个反修例条例，香港的总警司是英国人，身先士卒，被打了满头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这位仁兄就不能够在香港玩了。嗯，他是英籍人士，他怎么爱你爱共产党爱共产回去，他就被军情六处抓起来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很错综复杂，是吧？解回归之初呢，防务署的署长苗守礼，香港人，英国人，继续留任，干得非常好，干得非常好，有很多尽忠职守的外籍人士，法官呢，这个公务员呢都有的。所以呢，这个要求来讲就没办法了。所以你特区政府的管制的能力还有四个要求，四个要求是全面贯彻、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什么叫准确？意味着原来是不准确的，原来是积极复原。第二呢，要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没有什么担当，历届的东西谁敢担当？公务员执行的话，他哪有政治思想？第三，要国之大者，就是香港这地方是没有政治家的土壤。英国人在殖民地时也不会培养一个什么政治家，但公务员呢，尽忠职守、廉洁、效率高。这没有问题，那你叫他掌握了这么还要国之大者，他中国历史都读不完全，那怎么国之大者呢？那现在要求还有讲团结，精诚团结，嗯，精诚团结呢是蒋介石在抗战时候不断提出来了，啊，当然有针对延安来讲，就不团结，没有国家情怀，没有坚持原则，那好了，这个东西要做公务员队伍要重新甄别了，重新挑选了。按这个要求来讲，能留下来没不多，嗯，存而又存，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所以呢，这就是呢，就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去年讲港版国安法，就叫第二次回归。第二次回归呢，北京收回来了，主权是我的，治权也是我的，按照我的要求，按照我的标准，是来。实施我认为的一国两制和我认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跟邓小平当年的说法显然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本质性的变化，是吧？所以我想这个是香港的分水岭啊、嗯。然后呢，就是以后呢就很多了。过去的不完全回归，我们也看到很多忧心忡忡的事情，也看到很多。香港人在过渡期的平顺平稳，是北京的宽松、北京的承诺被人们所接纳接信。所以呢，你不要小看那个时候，既然那个时候的中国国力、综合能力、经济能力是比较差，对香港依赖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做上国际社会做的承诺，国际社会欣然接受。说沙切夫人到北京访问的时候，觉得一国两制那就
早知道用这种一国两制的方式，我就不要费干老半天的劲，那么多人派到阿根廷去打那个福克兰群岛那场战争，就是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解决分裂国家殖民地回归或历史遗物那种，现在呢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北京发现不行啊，就是某个中央领导人就讲，香港搞得再好也是资本主义，现在其实社会主义牛逼了是吧，深圳的搞得很好了，北上广深呢，这个现在广东就比俄罗斯的 GDP 要多啊，类似的对自己的制度的信心就比过去不一样。但是这不能说明你当初的一国两制，当初的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港的方针是错的。嗯。是吧，所以呢我认为这是个重大的修正。是。重大的修正。所以呢香港这样的对这个东西呢很多港人还是被打了一闷棍。是，所以杨先生刚才其实也讲到，您讲到这个爱国者的一些这个要求，然后他们的一些标准哈，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香港，您觉得您有预料到这一天吗？什么？我哈？你有预料到？你有没有意料到这样的一天？1997年2月27号，我应邀参加台湾二八事件50周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就讲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对香港回归的启示。过两天我的节目可能会推出来，明天应该会推出来。我就谈了几点。因为历史上我们以前也说过了，中国有三次殖民地回归是实施特殊政策治理的机会。第一次是1945年台湾光复，蒋介石要搞三民主义模范省，但是一年多到1947年的2月28号因为一场偶发的事件搞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那个所谓的叛乱，结果这场基本上到今天还在影响台湾的政治生态，统啊独啊这些东西就从那里来的。第二次呢就是香港回归是吧，实施一国两制。第三次呢是澳门回归。澳门回归呢打做得再好就是一个赌场，它不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香港不一样，承前启后。那么好了，第一次回归光复是失败的。第二次现在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那就说明有一个很多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是搞革命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香港过去都是黄世仁蓝霸天的孩子们。对吧，那个时候人家幸福愿意接受，但是呢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价值观啊，两个这种子体跟母体的冲撞啊，母体的腐败啊，这些东西的综合因素是有，那时候提出过，当年在20多年前提出过这些隐忧，不幸有些隐忧是出现了。了解，就是杨先生其实还是对这个有一点预料，而且这个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能看到可能未来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是研究历史的，我们研究这个殖民地回归历史的一些相似性，还有一些有利的不利的条件，提出过母体的腐败的影响。是母体的腐败的影响，所以我本质性我在节目中讲，本质性讲香港去年发生的前年发生的反送中条例那么大规模的抗争，本质上跟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一样的，嗯，对吧？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是香港未来的东西，当然可能就会心安理得了。国安法动不动就了，今年的预算案，国安经费80亿，这么穷的一个香港政府已经花了80亿，这个不得了。听说很多警察加班加点都要拿加班费，很贵的。那些人可不是啊，工资是很高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香港一个新的不一样，有很多也值得大家关注啊。我的节目大概有做了很多这样的系列，可以推荐大家下一看。对，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太对。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这个杨先生的这个 YouTube 来看一下他对这个事情深入的分析。爱国者为主体，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接受社会主义，不一定要你要接受共产党，是吧？不一管是华人、英国人，其他人都可以参加政务来参加治理，很宽松。邓小平在80年代讲的话，是吧？那个时候的说老实话，
那种宽松让人觉得，这个共产党经过文革十年告别了极左，大家觉得还是个放心。所以那个时候的移民的人呢，相对来讲就不像今天这么多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变化，一个变化，是吧？所以呢，把爱国者的标准列为必要的条件，说老实话，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宽松宽容的治港的标准完全给改变了，这就是香港现代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说明了，第一，他必须考虑到现实，现实就是这个扶不起来，给那么多利益，给那么多东西，说老实话，貌合心离，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就防止政局的失控，在进一步出现这种，那不得了。第二呢，所谓的港独，我始终坚持认为这是极小的部分，但是被渲染、被扩大、被激化矛盾的越来越多人呢，跟你的认同感就疏离了。就埋下了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情绪，对吧？第三点呢，我们这个担心的点呢，共产党呢，历史上的左起来六亲不认，对吧？这个延安整风啊，原来江苏省委书记会议语吧，他被整过了，这就讲起来，共产党一左起来六亲不认。香港的历史上几次出现的所谓的一左二宅，香港政策、香港工作，六十年代反英抗暴体现的一左二宅，所以呢，离心离德的人多，对共产党在香港的这个能力啊，疏离感增加了。第二次呢，许家屯来说就批评了当地的香港左派力量的一左二宅，就香港的回归一直在避免。整个政策制定一直在避免一左二宅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也有人批评，目前这个所有的这种彻底性的变化，也是一左二宅的卷土重来，或者是必须警惕卷土重来，这就是香港现在我初步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的看法。是主持人，那么就说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来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选举其实被认为是这个香港民主的一条底线。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有可能会被修改哈，就是基本上这个感觉应该要被修改了。然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就是说在香港本身会不会引起一些民意的反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反应？香港在殖民地时期一百多年里是没有民主的，民主是匆忙突而至的，这彭定康作为人噼里啪啦就给你们强加式的民主。所以香港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转型不一样，台湾至少从战后啊，一不断的党外运动啊，不断的选举啊，地方自治啊，然后就到了李登辉时期，政治民主转型不一样。香港是突而至的，90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功能特别九组，把新闻工作者和那个性工作者排在一起，那对我们很侮辱，但没办法，那个时候就匆忙而至。所以香港人对程序性的民主或者实质里面他是陌生的，他必须就在港人治港高度治的，他是很热情的来参与，对吧？所以我想呢，香港的民主或者是港人治港的底线，体现港人治港高度治的底线，所以呢，选举制度的改变会引起民意的反弹。这个反弹，第一，不再会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示威，不会了。为什么呢？这座城市的商人的特质，中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再这么冲动。你不得港国安法吗？这个地方他还守规守矩的，但是用脚投票的人会多了，有条件有能力离开的人就会多了。这当然是英国啊、加拿大、美国、啊、各个国家慢慢都在吸收香港的专业人才。有条件离开的人，第一肯定是有一点财富的，第二呢肯定是有一点专业水平的，所以这个不得。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到，缅甸最近在发生的事，缅甸的公务员、社会各界人士不再像过去这样采取有了上街游行的不配合运动，消极怠工，这个呢会不会出现？当然
或多或少，因为每个公务员都重新宣誓效忠中央政府，效忠特区政府，不效忠你就那几块钱就没了，所以呢还是会有的，但是呢消极的东西会增加，会增加、还有所谓的那些反抗运动的地下化隐蔽化、当然国安的经费花很多了，要治理这个城市，共产党一流维持稳定，玩这个他是天衣无缝的啊，他高新科技的领域就会扫下去，是吧？对，南京有一个小公司，就利用这个电商的这个数据，就能找出南京市这个性工作者到底在哪里。对，藏身处在没什么，那买杜蕾斯就知道了，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嗯，哎，这抓一个高新科技技术支配之下的自制的维稳措施，在香港也很容易出现，对吧？那么国际社会当然做香港的文章的话题也就会更多起来。嗯，那么在海外的那些流亡者，可能极端的口号啊，极端的游说啊，就会像藏毒啊、什么毒这个东西就开始来了。我想这都是可以预期的。我想北京应该也无所谓，反正他本来就是这样被骂起来的，他也不在乎。但是呢，很可惜这个地方，东方之珠呢，可能这个灯光还是会那么的璀璨，当然灯泡可能都是国产的。不再是外国来的，是吧？也许是这样吧。希望他还能够维持往昔的安定，往昔的繁荣。但是香港现在经济真的很差，很差。经济一差，各种问题就会出现。失业率是17年来最高。嗯啊，然后呢，现在呢，是唯一靠印花税的这个获取，包括卖地引起的特区政府的财政，现在没办法提升，一升的人钱就跑了。那资金是自由进出的，你不能搞资金管制啊，它还是自由搞的。对。对吧，所以呢香港问题可能慢慢慢慢就会出现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对。嗯，是。好，是的，谢谢杨先生给我们的分享。这个是香港的情况啊，这是因为一个算是一个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个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看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啊会是怎么改，这个因为现在目前听起来是一定要改啊，但是怎么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跟杨先生说说哈，这个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啊。前两天这个也是头版头条的在说哈，就是关于这个中国近亿人口脱贫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25号的时候，中国有一个这个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那么呢就宣布了中国区域性整体的贫困得到了解决，然后是这个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所以就是关于中国的贫困的问题，因为杨先生走读过中国的很多的地方，所以我想请问您，在您的印象中，或者是说在您的经验里面，您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消除绝对的贫困是真的实现了？我觉得如是我闻呐、菩萨都是那个佛经的第一句是如是我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呢，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事。1949年以后历任的领导人都做不到，习近平做到了。这当然是好事了。我认为这不是中国的大事，这是全人类的大事。70%的扶贫任务中国解决了全世界。所以呢那爱拍马屁的人都忘了这一点，就是应该提名习近平作为诺贝尔什么和平奖。解决那么多人的这个饥饿问题、绝对贫困问题，这功德无量的。这是第一点。我们的乐观启程啊，因为我人类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西海固我都去了。那在宁夏甘肃那地方，人类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对。我们所说的穷山恶水。对对对，穷山恶水的那波，广西那波，种一颗玉米是在石头缝里面放土的。这个我就不说那么多了，但我认为这个是好事，如果是真的实现了、真是好事。但是呢现在是这样子，也就是现行标准之下是1亿，就是9899万的农村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因为现在的标准比较低，平均能支配的收入2300元就算脱贫，这个标准跟国际社会的标准呢不太一样。国际社会当然有一个绝对贫困的要求标准。什么叫绝对贫困？绝对贫困就是生存贫困，
一定的生产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下，个人和家庭依靠他的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够维持他的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人才叫做绝对贫困。嗯，那世界银行也有两条贫困线，每天的收入$2才叫贫困线。小康社会来讲呢，日收入的$1.9那条叫绝对贫困线，$2跟$1.9。非洲20多个极度的最贫困国家，世界银行的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是$14.4，就是你们美国的贫困人口每天的收入是$14.4，那叫贫困。但是在非洲是$1.4，非常之低。那中国这个的你可以呢，中国在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是206块人民币，什么意思？每天不足1块钱。那个时候的世界银行提的标准呢，每天是$1，那差很多。2005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提高到$652，增加了2倍。2007年增加到了1067。2008年的绝对贫困线的纯收入是785。2009年贫困线的提高到1000多。好了，到了今2011年在定的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作为国家新的扶贫标准。你达到了2300，你就是脱贫了。对吧、哦、有一位著名的教授叫陈平，怎么讲，在中国的2000人民币比美国的2000美元你要过得舒服啊。对。我不知道他怎么过的哈，我不知道他怎么过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不太知道。不太知道，对，我不知道，他刷卡我就不给现金也无所谓，要慢慢还嘛。啊，这个东西有时候很讽刺啊。第一，从来没人解决过的。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李克强讲中国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元。对。那好了，这些人在哪里？这些人脱贫了没有？这些人脱贫了，就现在看起来他们脱贫了。对，那脱贫了，那脱贫是好事啊，啊，所以呢，这里面我觉得呢，就是过去的8年其实是政治运动式的，对，国家各县市社会动员，各社会动员，那有钱没钱得捐款，不知道你以前捐过没有？啊，10块8块都要捐，对，那现在国家是不是？所以呢，我讲呢，这个东西呢，我写就很庞大的一个政治运动，请举国之力。完成习近平定的愿景啊，完成了啊，这个东西当然我认为是好事的，是社会政治运动式的，这个其他国家学不了，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要想学，戴个口罩都快要跟你拼死拼活是吧，这不一样。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呢，就是有几点。第一，目前的贫困线标准比较低啊，就是全部脱贫，按照说的一亿人的全部脱贫，因为的标准低，所以有可能还会有人返贫。为什么呢？因为相对贫困，绝对贫困解决，但是中国的相对贫困的问题还很严峻。这是刚刚摘牌的那个国家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他说了，中国的脱贫标准不包括收入，不只能只是收入，所以不愁吃不愁穿，还必须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保障。所以呢 ,2020 年的收入标准是人均收入4000人民币才叫做相对贫困的解决。我去过大凉山，我深入到彝族的村子，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去。那个地方穷到不能叫家徒四壁。是家无四壁，家无四壁，没有片瓦，是用塑料布上面放几块石头就当着瓦，这种惨状就很多，就不说它了。但我们希望这些年是有改变啊，积极敷衍也很多。从西昌有一条公路一直深入到大凉山，一直走到了温家宝总理要视察那个县城的那一段100多公里，全部整修一新，旁边的那个彝族村子刷白灰涂画画。好了，
一过这个县城一下又恢复原状。所以呢，当然这里面这个验收很重要，说习近平讲还未来五年每个县每个村都要重新验收，要五年的时间验收才是叫真脱贫。对啊，习近平当时也花了很大的心血，这一点不容易。他每年的第一个视察都是跟农村脱贫有关，我认为啊，他也用心，因为这是政绩啊。其他东西你还很难那个，他这个东西得抓，而且解决贫困人口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的政府和执政党，他本来就要做的责任。对，这是他的施政的理念，必须要做的一个任务嘛，是吧？那终于能完成了，我认为也要改革开放40年才有这能力，还有条件。以前为什么做不到，是吧？那贫困的原因就多了，就不用去说它了，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说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人类的大事。终于有一个国家敢说他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美国都不敢这么说，发达国家都不敢这么说，所以我认为中国了不起，他敢，而且还真做了很多努力，嗯，是吧？是主持人，没错，是感谢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你讲到的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哈，包括教育，就包括医疗哈，这些其实也是一些贫困的标准。那么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消除这个贫困是不是只是经济方面？如果是只是经济方面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脱贫了吗？如果是单一指标，按照他现在公布的情况，应该是解决了绝对贫困的脱贫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再加上医疗、住房、教育那就多了，那就复杂了。那就得至少要4000块。人民币才能够满足一个最低的活的生存的标准，那么现在说老实话也不是那么多，你2300跟4000还差多少？是，所以呢，这就是很多中国的媒体也客观的，为什么还要强调要验收？有作假的，弄虚作假的，那么大的一个，你的逼得他们天天要下基层，要怎么样同吃同住，有的不胜其烦，赶紧让他把帽子摘，我好回城里去睡觉这个也有当然这个希望不是主流，对吧？因为这种脱贫这种标准的验收也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我想这次应该水混相对要少一点。对但是呢，这确实是不容易，那敢说他已经解决的更是不容易。 对，我觉得就如果真的是能够就是说真的是脱贫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大事。这是历朝历代的大德政啊，这个当然是也说明，那关键要说明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优越性的我们希望这个优越性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对，是挺好，没错。你的香港都做不到，香港都做不到，香港现在有120万领取80万还100万领取社会福利的。美国就是香港现在几十万人每天的收入买不起一个饭盒，香港是没有养老的，都是要靠自己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严峻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些绝对贫困和贫困问题这敢说我解决这问题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没错。但是那个这个相信杨先生也看到了哈，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新的战略叫做乡村振兴。所以就是说我想请您跟我们稍微简单聊一下，就是说您对于这个乡村振兴战略这个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刚才也是说到了哈，就是现在国务院的扶贫办的牌子摘掉了。对。换了一个牌叫做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局。那么请了一个头发没几根的一个部长来当这个问题，名字也起得很好。但那个以前那个叫做刘先富，这个名字很重要，很重要。对，毛泽东时代吃大锅饭也没有消除过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之后呢，城乡二元这个差别呢有一些减缓，但也不是完全的改变贫困人口的稠密有历史成因，也有1949年以后历次的政治的失误造成的。这共同富裕是不那么容易做到了。因为现在中国现在有一点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对。贫困问题不解决会革命的。就按照亨廷顿讲的革命的几个要素中国早就具备了。
所以这个东西它必须要解决这个绝对贫困的问题，必须要改善相对贫困问题，共产党的执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障，是吧？所以这一点来讲，乡村振兴也是一个说法，说来要走一条很长的路。现在乡村很多是只剩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对，你怎么振兴？还有呢，昨天我那个节目呢也讲到了，要有一亿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那些城里的农民工要还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振兴需要建筑的用地、建设的用地。啊，其他的媒体、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一点，18万的耕地的红线是不能触碰。这一万多人按照农村的建设用地的要扩充啊，要搞学校搞什么东西，至少要3500亩地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3500亩地 ,500 万亩地的在哪里呢？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呢，不断的验收，不断的加入，必须说中国的这些年的农村是有变化，比如说村村通道路，比如说现在的拼多多，现在的快手，现在很多都是农村二三线、四五线的城市的年轻人正在用。对，所以呢，高新科技呢，会给共同富裕带来一些便利的条件啊，然后通道路啊，还有这个修水利啊，这些都是对。必须看到它是有变化，变化比较明显，是吧？以前我们到大凉山坐的那个是搓衣板的路，一路颠进去，一路颠出来，现在应该也会改善很多。我们期待像西海固，现在的东西跟过去不一样，人类不仅能居住，那地方也出了不少好的，就惠灵红军会师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读书人一流，现在中南海很多秘书都是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中科院来研究一下那个地方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人才，除了穷只有这条路走，其他就那里的马铃薯听说质量很好，营养特别丰富，会聪明是不是？这个聪明啊，这个很奇怪，很奇怪。现在什么都有哈，当然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真正的改善了这个贫困问题，这是我们这个联网，但是也顺便改善一下我们香港的贫困问题。香港的农屋、青屋一大堆的东西，麻烦的事很多。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香港做的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贫富悬殊的基本就是也全世界最高的。所以这个怎么你不做不解决问题，你没有说服力啊？那共产党打天下做天下，但是老百姓要吃饭，是吧？所以这东西我认为也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对，哎，主持人，是谢谢杨先生，就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老百姓哈是最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福祉其实是一个社会稳定或者是一个政党稳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石，就是所以就是像杨先生说的，太贫困的就会有问题。对，你说共同富裕啊，或者乡村振兴，我们说要善改善提升。对，说老实话，那么多的这个空洞化的农村忽然间要变成一个振兴了，也是要做很大的这个也是很难的，太难了。就是要走一条很长的路。对，农村的最基本的很多村庄，有的不复存在，有的都不行，耕地都荒废了。这些问题呢是没有建筑与报端，但这些问题都是农村能不能真正实行振兴的关键。你解决它温饱问题还不够，温饱问题解决它要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还有它文化生活问题。啊，你不能整天叫他的二三线城市整天不是过性生活，就是打麻将，就是赌博，是吧？现在就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了，因为这个我是李焕英的电影，那也不一定每个人看得起啊，是吧？所谓类似的问题都是对，不太容易，但是呢，必须去努力。只要你想做这个天下，把天下做稳了，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拜登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样就是这个美国，其实这个不要觉得美国很好，这个美国的这个贫困人口也是很多的，就是吃低保的、吃福利的都很多，就是说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国家能够消灭贫困，那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认为是很难得很难得，我们也期待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为什么就是生老病死都不会有太多善始善终嘛，是吧？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嘛，是吧？这个东西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啊，不患寡而不均，这是农耕社会的愿景，其实是孔夫子的这个税收思想之一啊，现在变成是一个吃大锅饭的一个理据，不对的，那还是要走共同富裕，但是要绝对的走实现共同富裕，恐怕共产主义也很难实现。共产主义还按劳分按需分配啊，对啊，按分配啊，还有很多分配制度的问题啊，好吧，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打住，因为很多东西是太远的事情。对，没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啊，这个我们还可以慢慢的看，是没错。对，然后下面我们跟杨先生聊一聊哈，就是说这个疫苗的情况，因为这个最近哈，美国是有一剂的这样强生的一剂疫苗哈，它是目前已经是被 FDA 这个推荐了，就是因为它只需要打一针。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即便是有强生的疫苗，可能美国的这个疫苗接种方面呢，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现在这个推进度虽然已经有，但是呢，接种的人群还是属于少数。所以要实现真正的群体免疫哈，对抗新冠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疫苗的生产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哈，就是说中国现在其实对于，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有疫苗的国家，也就是中国、俄罗斯、英国还有美国四个国家。那么中国的疫苗哈，中国人口也是很多的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我们还是看到这个中国还是在给各国，就是一些其他的国家在送疫苗，所谓我们所说叫疫苗外交。所以下面我们请杨先生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很多的拉美国家其实并没有来求助美国要疫苗，反而是向中国来要疫苗。所以我想请问您，是在美国要不到吗？还是说是疫苗外交这个手段对于中国来说它是美国应该要得到，就是贵一点嘛啊，贵一点啊，拉美国家可能买中国的疫苗便宜一点，但是巴西啊为了这个疫苗也吵得一塌糊涂，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对吧，可见呢中国疫苗的质量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是呢毕竟中国愿意去做这样努力啊，我认为也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你要做大国领袖啊，虽然现在是老二啊，2039年变成老大了，是吧，他总是有愿景啊，表现这个铺排 啊整天讲中国模式啊，这个东西我认为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柔性外交经营多年，对，当然也交过昂贵的学费，比如说那个查尔斯吧，那个维勒尼呢给了多少钱，噼里啪啦全花光了，到现在还在欠搞不清楚永远要不回来的钱啊。第二个呢，中国对巴拿马啊，对这个拉美一些地方呢，他还是有一些自己考虑。第三点，可能中国在防疫抗疫方面呢，做的应该比美国稍微好一点，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啊，他也要输出这个经验啊。第四呢，就是中国也不是有意的要在美国的什么后院去做一些什么事儿，我认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趋利避害。现在不买澳大利亚的小麦，不买澳大利亚的牛肉，那多买那个阿根廷的嘛，红酒不买的话，就买多买智利的吧。他也是，美国在全世界也很多后院了，但是呢，现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慢慢的在提升，是吧？所以我想，他也不一定刻意的是为了拉美的，他也给非洲国家啊，东南亚国家。跟印度现在在抢啊，印度也在经营这个东西啊，印度这个疫苗这个输送和这所谓的疫苗外交啊也还是有的。可以作为外交一个手段，有的。可以作为外交一个手段。但是呢，你要说它能起到什么实际的伟大的成效，这个再说，再说，不是那么简单，对吧，以前还有口罩外交了。送了半天，对，人家也不一定讨你好，该骂你的时候还骂你。是吧，因为现在，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美国也有一个问题，美国现在发现糟糕，美国 80% 的抗生素要中国生产。不仅是原材料，成品都是哦。对。中国现在世界上口罩大国，消毒液大国，因为便宜，生产线都在中国，所以你也不能说那搞外交不搞外交，要给谁不给谁，他没办法，他有这个需求，刚需的问题，只要疫情还在。这些东西的避无可避 是吧避无可避。所以我想第一呢，我不觉得他对拉丁美洲有什么垂青的看重。反正他有就是傻乎浇面，那表示中国的存在。表示中国并不是病毒的源头。表示中国呢愿意为全人类抗疫做贡献。
不然他怎么体现大国领袖呢？只是当中国领袖不够的，还是要当世界领袖，是不是啊？现在这个人老兄的这个企图心还是比较旺盛的，对吧？胸怀世界，立足中国啊，展望这个未来啊，这个也是用强势领袖必须要表现的一个东西。那既然有这个能力和条件，那就多表现一点，其实也无妨。那关键不是中国人民的本身的自己的需求，还是要有基本保障一样。现在中国人现在60岁以上的老头现在不让你打疫苗，估计疫苗没那么多啊，或者呢这个疫苗可能对60岁以上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有啊有啊有啊，美国之音就专门报道了这个消息啊，是吧，就60岁以上暂时不能打。什么没讲原因啊，我估计是缺货了，因为节省下来送给拉丁美洲，这个也不一定。对，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自己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往外送，就是因为你看，就是说、主持人这个太习惯了，这50年代穷的一塌糊涂，不是也是打朝鲜吗？帮越南吗？阿尔巴尼亚搞得满地都是这个地堡，那些这是谁搞出来的？所以杨先生，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外交手段，或者说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外交习惯了？我不赞成这是能成为一个习惯，因为务实外交不是这样，不是能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祉去满足一个东西，对，认为是不应该啊，不应该。对，但是现在中国不仅拿到了很多外援，但是中国也给很多的对外的援助，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搞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大国领袖，我们这个升斗小民，当然我们只是以民为本，人民至上，这还是要落实到实处嘛，是吧？你讲的这个我将无我，可以，你作为一个国家，你没有你不要紧，你是支援全世界人民，对吧？但养了一群白眼狼，这也很麻烦。是的，没错，对，经常就这他们的历史教训，朝鲜呢、越南呢，阿尔巴尼亚也没几个好的啊，那个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谊狗屁啊，缅甸耐温的说翻脸就翻脸的，是吧？所以杨先生，你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就是、唯一世界上解得还好了，就是一个巴基斯坦，那没办法，巴基斯坦有更大的敌人了，印度在那边不跟你好跟谁好，没人跟你好，跟伊朗也靠谱，对吧？所以这国际外交我们看不懂，看不懂。所以杨先生，你觉得就是说归根结底，虽然中国做了这么多给这些国家，最终是不是还是因为社会体制的原因，所以没有办法成为朋友？是的。你的制度、你的价值观、你的意识形态，目前不具备有说服所有其他人的能力。这次抗议之后也没有吗？没有。哦。关键是意识形态这一块。是。是吧？就你现在的很多这种行为表现还不足以成为这个说服力的一个依据，所以要做很多努力啊，包括你的宣传、你的外宣、你的政策的推展啊，你对某些问题的一些看法，比如人权问题的看法，是吧？而且很多东西你遮遮掩掩的啊，比如新疆问题，你不需要。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从78年到现在已经是1000多万，是新疆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其他的民族还没有这么多，汉族也才800万，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客观的去展示，坦然去面对这些问题，有问题就改正，没有问题那就强化自己本身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就你还是要努力，你这套制度，你这套的行为表现，你费了那么大的劲，为什么你这效果不彰？这个症结点在哪里？就是今天你提出问题，就是我们要思考问题啊，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松一口气？到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纷纷要偷渡到中国来，哭着喊着连假护照都要，那个时候你的中国就不一样了，跟今天美国曾经的美国一样，对吧？哭着喊着，是吧？伟大的福建人、福州人。常人对，就把大西洋、太平洋当成他们家洗澡盆一样，噼里啪啦，千辛万苦到美国去寻梦，对吧？什么时候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或其他人？现在只剩下徽州人有到广州来，其他还少，是吧？慢慢的，又哭着喊着扑上来，就哭着抱着土地亲吻说，说啊，我到中国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就不一样，
我们也希望、嗯、没错，早日到来，早日的到来。是，好，谢谢杨先生。就说这个疫苗哈，这个稍微跟大家聊两句，然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是中国每年的大事就是两会、啊、这个中国的两会就是马上就要开幕了。然后其实这次两会也是挺受瞩目的，像包括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香港的问题，肯定会在两会上被这个就是讨论吧，或者是说被研究哈，就是制度的这个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两会上。所以杨先生，从您个人的这个观感来说，您觉得今年两会会有一些哪些议题是我们比较有值得去关注的？我想最主要议题是要讨论通过，其实也不需要通过，他共产党已经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去年已经共产党内部已经通过完了，对啊对啊，那个已经感觉已经通过了。但是呢，两会你要走一走啊。你要全国人民代表啊，都要走走停停，要举手表决，热烈拥护啊，哭啊喊啊，这里都要有。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我认为是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鼓掌通过，摁着通过。对对。第二个呢，当然香港问题，嗯，会有人提案，也会有些修订，但是是不是在这个比较短的会期里面呢，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另当别论，也可以在休会之后的人大常委会来进行审议。很少有在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上啊通过一项什么东西，那这是一个。那么有人的提出基本法会不会重新定啊，目前的看来还没有这个必要，可能某些条款呢做一些补充修订。那么对外关系东西，但是最关键是要怎么样的政府工作报告上确定他的新的战略，叫双循环。内循环外循环，是，这也是跟十四五一起提起来，对对对，一起提出来的。然后这个还要重申，这个中国还要改革开放，还要向外开放，当然包括一带一路啊什么之类的，提倡不再是说战略了，现在一带一路的说法也不一样啊。哦，投了那么多钱，什么时候收回成本也是个问题啊。中国养老金投了多少进去啊？ 是吧？本来想说在蚂蚁上市捞回一笔，他没想到还捞不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想，第一，确定实务“十四五”规划；第二，审议个政府工作报告，对吧、嗯？第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一定会有一些说法，嗯，一定会有一些。我估计讲连会议现在也不长，因为现在要疫情的问题，这个不戴口罩开会也搞得大家很紧张，万无一失啊。现在这个警备，听说花了10万警力啊。要维护这些代表的安全呢、啊、委员的安全呢、啊、这些都是钱呢、啊、你不要以为这他们是免费的啊，这些都是要讲人家的，对，所以我想呢应该会有，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多了一个疫情啊、肯定啊、表彰啊之类的啊，默哀啊，了解、其实刚才杨先生您讲到了一点哈，就是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香港，其实对于台湾在这一次您刚才也提到有可能会说到这个台湾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国家统一法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是被提出来的。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南海还是东海啊，这个都是这个动作频频吧，中国、美国哈、啊、也好，都是动作频频。所以您觉得武统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两会的一个焦点，或者是说两会会不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武统的声音越来越响啊，这个当然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大陆的军机。现在台湾的这个西南空域啊，到哪一个空域去溜达一下，这已经成为常态了。说春节也不放假，说台湾的空军嗷叫，都放两天假吧，不要整天搞得我们也受不了，对吧？这是一个。所以目前我个人认为，虽然有人提出国家统一法修法的问题，但是目前看不到有这个迹象。哦，啊，看不到。我想一个反分裂国家法行之有效，足以服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提出国家统一法，有点狗尾续貂，没有必要。嗯嗯，不能一开心就修法，一不高兴就修法。法是个很严肃的事啊，对吧？美国的宪法呢，建国以来修过几次？几乎没有，每次的修都要动到三分之二的州同意才能够修。你不能一开心就修法，不开心就立法，不行的，这不严肃，不把法当一回事。第二个呢，当然进来就最近有个美国学者也提到了两年以内中国大陆的解放军要攻打台湾武力解决。对。这说法当然
也吵得一塌糊涂了。这个如果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这个话呢，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会高一点。美国一个学者刚刚毕业不多久，参加工作不多久，他说了，算命先生也不能算得那么准，所以这一点我是迟疑的啊。嗯，第三呢，就是国家统一当然是中共一直以来的诉求，70年。那么按照联合国讲呢，过了50年以后，可能联合国对某个地区的分裂状况，现在世界上这个分裂民族是吧，因为朝鲜都不算了，是分成两个国家了是吧，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分裂，虽然也有防火墙，也设了一堵墙，但是它也不是，目前还不是国际社会能见度比较高的一个注意点。德国也统一了，现在只剩下两岸，海峡两岸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说了，这个诉求呢，就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中国政府来讲是不会放弃的。啊，第三呢，当然跟台湾本身的因应也有关系。嗯，除非台湾的蔡英文力量自焚，宣布台独，否则的话，嗯，按照反分裂国家的要求，他就没有大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借口。这台湾的这个新潮流系民进党他懂，再怎么修宪，我们也不会去触碰这个底线。除非力量自分，另当别论。嗯啊，那么现在不需要，现在经济手段有时候就把台湾整得哇哇叫了。嗯，就不要说经济老台了。今天宣布了禁止台湾的凤梨入口。嗯，凤梨是菠萝。我知道啊，就现在就禁止了，禁止。禁止了，禁止了，禁止了，就说那就意味着台湾的这个农民就嗷叫了，果农就嗷叫了。对，没错，90%的台湾的凤梨是卖到大陆的。对，这一弄下去，这个共产党也想明白，你拿我挣的钱，每年的民进党执政，每年照大陆跟台湾的贸易顺差还有几100多亿到200亿的美元。嗯，你拿着这钱去美国买武器来对付我了，那我算了吧，我就不买你的东西了。过去经济制裁是最厉害，还有什么 APA？什么西法、西帕什么之类的东西，有几百种的台湾农产品是可以输的，而且税务很低，是优惠的价格。现在如果都一样一样关起来的话，台湾的经济也是剩下了这个台积电，嗯，就剩下芯片了，那这个台湾的东南部的农民影响就大了。是，所以我想着经济手段就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个经济的问题。如果呢再狠一点，搞军事封锁，那就啰嗦了，一南一北，嗯，两个航空母舰都躲在那，这个对台湾的打击很大。所以我看了一个油管的一个节目，就是台湾的这个随机访问的街上问台湾年轻人，就如果老共打过来怎么办？那我就喊我是共产党啊，我赞成祖国统一啊。这个台湾的年轻人都把这是当成真的吗？开玩笑一样。我们怎么打？怎么打得过他了？算了，不打吧。嗯，有类似这种东西，其实也反映了民意。和平相处，不要互相去触碰。说老实话，台湾问题，除非习近平是想真的是当十全大补丸，像乾隆老人一样啊，否则的话，不是当务之急。对，当务之急是内政。他花了8年的时间解决脱贫问题的，其他问题很难搞啊。干脆就脱贫嘛，啊，那个我这还是要做得到嘛，其他问题你很难弄啊，是吧？如果不是蚂蚁嚣张的太过分了，他也不会去这么去触碰他，是不是？所以我想啊，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关于台湾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对。嗯，是的，没错，确实像杨先生说的哈，就是说这个不是当务之急，就其实，在疫情当下，所有国家都应该是先振兴经济，就是先对自己的管控疫情，然后振兴经济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强，一切才会强，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口罩戴到什么、这个、对，戴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脱下来，是吧？这才是当务之急。哎，我跟你说，杨先生，我们前两天这个看到拜登总统发的一个，说是美国今年哈都无望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你想想，就是。在美国现在这个疫苗推进的还是就是目前来说算是比较快的，但是它依然这个生产会有问题。那你想像中国这样这么多人口，然后中国又送了很多的疫苗给别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现在中国疫情管控的很好，但是也有个别的复发，像这种东西，而且变种的已经在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疫情对于
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快结束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要维持一段时间。人类的这个脸部的器官就多了一个嘛，不是五官了，就是六官科，六官科有的口腔是口腔。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就在走廊还等电梯，后来发现自己忘记戴口罩，我大惊失色啊，我以为自己已经受感染了，你看这麻烦，这日子怎么过的。对，没错，我也是有一次我开着我妈妈的车出去，就是我自己的车上，自己放车里是有口罩的，然后我就开着我妈的车出去，然后到了地方我才发现我没有拿口罩，哇，真的是惊慌失措。后来还好在我妈的那个兜里面翻到了一个，就真的是就是现在已经变成我们这种习惯了。对不对，杨先生？对，就说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嘛，就真的是各个国家这个现在其他东西都不要搞，先把这个疫情搞搞好，把经济搞搞好，让这个老百姓还是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其实上面做什么老百姓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我是这么觉得。如果说美国的朋友还是有兴趣这个两会的话，其实两会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哎，那个是一定要关注，到时候来给我们分享。OK， 那是没有、哎、没有搞，那个脱口而出的，那是李克强最释放情绪的时候，那个是很值得观察的。对，我们可以杨先生关注一下、我们到时候来分析一下，我们那一集就专门来讲讲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是讲讲他的记者会，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好，今天这个谢谢杨先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些话题，辛苦您，还是祝您元宵快乐。哎、谢谢元宵快乐。也谢谢、是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网友哈，这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有什么想让我和杨先生聊的话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锦鳞粥点评，我们下周见。